最后胜利的时刻终于来到，专恩被击败。 突然，您的好友契尔班出现了。恭喜你，我获得胜利的老友。你已经击败了魔龙专恩。我并不知道专恩原来是一条恶龙。 他已经生存有超过300年了，他的力量已随风而去，但隐月神庙依旧是巨大邪恶力量的源头，并且他的许多爪牙依然存在。现在我们必须赶快离开此处，这样我才能将此庙摧毁，夷为平地。 跟我来！强大的法力已准备好对神庙做毁灭性攻击。 神庙的魔力真是非常的强悍，它绝不可以继续存在。 神庙终于化为乌有了。我的好朋友，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谢谢你。你将获得我们最深的敬意和尊崇。我们将永远记得你英勇泛滥的事迹。